如果你爸爸妈妈，你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学中文，你问他们为什么我要学中文，因为你长大时候一定会用这些中文。我小时候原我不会学，不会用我这个中文，可是我现在人家跟我问我问题，我可以回答，帮他们回答用中文，我可以跟他们解释用中文，我可以跟他们沟通用中文，因为他们比较会听我的话，比较会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所以他比较相信我，比较知道我是帮他们的。